夏季木三角，抽纸奇迹 ，Egg Book。这些看起来质感与实用价值兼具的木工产品，你相信吗？居然全都出自于师大学生之手。科技系同学在5月11日中午举办产品发表会，更有三组学生自创品牌，分别推出了夏季木三角、抽纸奇迹和 Egg Book 三样功能各异、创意兼具的产品，甚至还有客制化刻字和 Seven 取货服务，服务可说是业界顶级。那如果没办法配合的话，我们也有 Seven 取货。这门课呢，除了应用的以外，他们还能够因为有分组啊，然后还有设计，然后还有做行销，所以几乎呢，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训练了他们那个合作啊，然后沟通，然后创新，然后问题解决的一些能合作啊。另外，他们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啊，也能够去了解到客户的需求啊，唯有从需求面出发，他们才能够拿得到订单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产品呢？就是因为一般市售的面纸盒啊，都太过于方正，然后放在桌上都会太占体积。那我们就是研发出一个占直立式的，然后它是 L 型斜角的设计。一般我们在播音乐的时候都会使用喇叭，是因为喇叭太贵，所以我们就想要用物理的方式制作一个手机扩音器。而科技系这三样产品在5月12日起在文会厅更是会展开全校性的产品介绍及预购活动，有兴趣的同学请把握机会，数量有限，预购从速哦。社人记者张一倩、徐立哲采访报道。